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一款 APP， 你只要扫发票就可以获得一元的现金哦。Hello， 我是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是小资族的赚点 APP 推荐。其实啊，现在手机的 APP 已经越来越多元，而且越来越方便了。不管是你要利用手机 APP 省钱，或者你也可以利用一些 APP 得到额外的点数，替你贴补一些家用。那今天就想来跟大家推荐小资族的赚点 APP。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我就继续看下去吧。其实呢，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接触过那种扫描发票就可以获得点数，然后你再利用这些点数来换取一些商品的 APP。 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 APP 呢，也是有同样的功能，只是呢不一样的是它点数就等同于现金哦。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 APP 也是本支影片的干爹，那就是我们的 iFeed。 好，那我就废话不多说，马上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款 APP 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吧。它呢每扫描一张电子发票就可以获得一点的点数，那每天扫描的上限呢是5张，所以呢你一个月最多可以靠发票来获得150点点数。它每周四呢会再给你额外的4点的数据回馈，所以你一个月呢又可以再额外增加16点的点数。那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一点呢就等同于1元，你只要满500点呢就可以转出到你的账户里面，而且呢是不需要任何手续费的。虽然说很多人会觉得你每天扫发票扫一个月才150块而已，再加上它的点数回馈，你一个月最多也可能只能拿到160几块。那其实我觉得不用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因为我自己也就是有发票或者是朋友有发票我才会拿来扫一下，基本上你其他时间你就放着也没关系，而且它每个礼拜呢都会再额外给你4点的点数回馈，所以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小猪领钱桶的概念，每天存个1块啊2块，等到你存500块之后再一次把它领出来。那这款 APP 它在每周给你的回馈呢叫做数据回馈，那其实数据呢也是这家公司最主要的盈利方式。简单来说，你现在只要利用 Google 或是利用 Facebook 进行搜寻的动作，你所产生的这些数据啊都会被这些大公司所使用，而这些数据也可以让这些大公司使用，并且让他们产生比较高额的营收。而 iFeed 简单来说就是把每个人的数据汇整起来，再提供给跟 iFeed 合作的相关企业，并且再将这些分润呢分给其他的使用者，所以你才可以拿到所谓的数据回馈。他们都有将每个人的资料做去识别化的流程，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自己的个资会外流。因为这个 APP 它其实是实名制的关系，所以呢它会依照你所提供的一些数据来判断，并且提供给你你可能会需要的金融服务。但是呢这些金融服务我个人觉得它就是给你一个建议而已，要不要去使用它大家还是要记得再三评估。另外呢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功能，就是它可以购买所谓的 iFeed， 简单来说它比较像是一个投资的金融商品。这个主要就是利用人工智慧云端的储存空间呢，利用提供储存啊辨识或一些分析的功能，进而再产生一些额外的回馈。那如果说你有购买这个 iFeed 的话，每个月呢就会再额外得到一些相对应的回馈。但是我个人觉得它毕竟还是算一个投资的商品，还是会有一定的风险存在。如果说你对于这个商品有所疑惑或是还不太了解的话，我会建议你先暂时不要去碰它，我会建议你使用它们比较单纯一点的功能，就是所谓的扫发票赚点数啦。虽然说点数获得速度不是那么的快，但是我觉得慢慢的累积之后呢再一笔汇出去，对你来说也算是另外一笔额外的收入哦。好，今天这款 APP 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虽然说这支影片的干爹呢是 iFeed， 但是我有跟他们讨论说，其实我比较不希望我的观众去申请到所谓的借贷以及投资他们比较不了解的东西。而 iFeed 他们其实也给我一个蛮大的发挥空间，因为我自己个人已经用了2-3个月，我目前都觉得还没有问题，我才会跟他们合作。那如果说你真的不想要那么复杂的话，我真心建议你只要利用他们的扫发票赚点数的功能就好了哦。好啦，那今天影片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不要忘记喜欢或订阅我，记得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每支上线的影片哦。想要关注我更多生活动态的话，都欢迎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或是按赞粉丝专页哦，也可以加入会员观看更多的独家资讯，还有未曝光的幕后花絮。我是轩立，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其实在很早期的时候我就在网络上看过 iFeed 这个东西，因为他那时候就是扫发票可以赚1元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吸引我，但没想到他们之后就竟然找我合作。虽然说他们还有提供一些额外的金融服务，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说你不需要或者是你还没有了解透彻的话，我建议你就先不用碰它也没关系，因为我觉得光是扫发票赚点数，而点数呢可以变成现金这件事情就还蛮吸引人，而且呢它是直接折现，也不用担心你点数要去换东西或者东西抢不到这一类的问题哦。